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妻子下班，刚走到行政楼就听到楼上吵闹的声音，整个楼道都可以听到。妈呀，死人了！快打幺二零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嘈杂的现场伴随着时不时的惊叫，一个男人背着一个肥胖的身形匆匆下楼，和我擦肩而过。我避让着，好奇的看了那俩人一眼，但这一看不要紧，那个皮肤黝黑、面容刻薄、正爱哀叫着的大妈，不正是我的丈母娘吗？我的头立刻懵了，刚要过去看情况，这时我妻子跑出来了，我连忙拉住她，问她是怎么回事。 我妻子看到我似乎是绷着的情绪有了发泄口，顿时哭得站都站不住。我妈喝了农药，老公救救她，快救救她！我一听，顿时更急了。农药那玩意儿毒得很，耽误一秒都是危及生死的大事。我扶着我妻子挤开人群，坐上救护车，忧心如焚地跟着去了医院。在等我丈母娘做检查的时候，我问了下意外发生的起因，我妻子说是因为我小舅子。哎，又是她听到这个答案，我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。前几天我丈母娘就找了我，让我帮我小舅子还赌债二十万，我当然不想出。 我小舅子叫罗成亮，好手好脚，二十来岁，整天不务正业，还沉迷赌博。先前因为欠高利贷，被人暴力追债，而这一次他又想靠赌博翻盘，惹了麻烦。我又不是提款机，拿自己辛苦挣来的真金白银给他擦屁股，所以我拒绝得很干脆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丈母娘竟会跑去妻子学闹自杀。我妻子哭得不能自己，趴在我肩头抽噎着说：“大军，如果因为这二十万，我妈就这样没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很无奈，但又有点心软。如果丈母娘真这么没了， 我妻子可能一辈子都会陷在自己的心魔里。这个时候，医生出来了。我让我妻子冷静点，走过去和医生谈话。大夫，我妈她有没有事？她喝了农药。只要能治，您尽管说。农药？医生蹙眉，她没有喝农药，那是葡萄糖。年轻人要多多陪伴老人，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。屁大点的事闹成这样，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估计还以为是孤寡老人为了吸引儿女注意搞的什么战术。我有点尴尬，我妻子脸上也有点挂不住。等医生交代完离开后，她抓着我的手臂，一个劲儿给我道歉。 我是又气又无奈，问他是不是因为那二十万，丈母娘才这么闹。大军妈也是没办法要债的，天天给我弟打电话，说再不还钱要打死他。我妈也是着急，有那着急的空，为什么不管管自己儿子？咱弟这都几次了，我总不能一直帮他收拾烂摊子吧？大军就这一次，最后一次好吗？我妻子摇了摇我的手臂，又恳求又撒娇的。而且校长刚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今天的事对学校的影响特别不好。要是我妈再去闹的话，我这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。我知道我妻子考上编制特别不容易。 如果真因为这二十万把工作丢了也划不来，我想了想还是同意了。不过反复强调要让他弟给我打欠条。见我松口，我妻子又哭又笑，说钱一定会让想办法还给我。我只当随便听听。但我没想到我钱给出去了，事情没消停。没过多久，我丈母娘又开始作妖了。这里说一下我的情况，我叫李大军，很早就出了社会，从摆地摊开始打拼，后来开了一家餐饮店。这几年生意好，连开了两家分店，经济条件在这个四线小城市还算不错。我的妻子是一名老师，和我是相亲认识的。 我当时就想找一个老实顾家的女人，而妻子长相甜美，又是体制内的，所以我和她很快就确定了关系。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时，却没想到岳母竟然是一个奇葩。我记得我和妻子决定结婚后，岳母就狮子大开口要一百万的彩礼。我当时很生气，想和妻子分手，可那时我已经和妻子发生关系了，妻子还是个处女，她哭哭啼啼的不让我走，我就心软了，所以我软磨硬泡了很久，岳母才松口说要五十万彩礼，五十万也不是小数。 为了凑钱，我只得把一家分店转让了出去，最后才顺利结了婚。所以对于这个岳母，我从一开始就是不喜欢的。言归正传，那天岳母突然登门拜访，我就知道又没什么好事。果不其然，岳母来时还带着小舅子，一进门就抓住我胳膊，说些场面话，无非就是感谢我出手相助，救了小舅子一命。我摆摆手，打住，反正欠条是打了，后面按时还钱就行。岳母一听，瞬间收了笑容。妻子拉了拉我的衣角，怪我不应该把话说得太露骨。怎么说，这也是我妻子娘家人。 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，就陪着坐下来了。岳母环顾四周，看着我房子的装修。话说，从我结婚到现在快两年了，这是岳母第一次来家里。陈慧啊，你嫁了一个好丈夫啊！你看大军又会赚钱又体贴的，这房子也太大了吧？这倒是我第一次听到岳母夸我，因为当年结婚只给了五十万的事，岳母一直对我没什么好脸色。妻子有些害羞的往我身边靠了靠。弟弟的公寓也一百多平呢，比我们这好呢。我一听不禁觉得纳闷，小舅子有房子了，岳母家不是没钱吗？哪来的钱给他买房的？ 就算我们这房价比较低，但一套公寓也得七八十万吧。我就问妻子啥时候买的房子，妻子却慌张的看向岳母，岳母瞪了妻子一眼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小舅子要结婚了，就四处凑钱，他准备了一套婚房。”结婚，我更加惊讶了，说：“怎么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？太突然了。”小舅子这会儿才叫了我一声姐夫，说让我到时候去参加婚礼。这时妻子在我耳旁小声说：“小舅子之前谈了个女朋友，前几天查出来怀了，所以就决定结婚了。”我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 大概猜出了岳母跑来我家的目的。妻子见我不说话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：“大军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结婚是大事，我做姐姐的不想委屈他。”我嗯了一声，说：“一定包一个大红包。”岳母一听，原本笑呵呵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不善地看向妻子。大军，要不弟弟婚礼的所有费用我们来承担吧？妻子犹豫了一会，吞吞吐吐说道。我眼皮一抽，看着他，见他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，我心里的火一下子窜了起来。合着是我在个娶媳妇儿呢？不行，你知道我下个月还要准备开新店。 手里没多少钱了，我态度很强硬，也没有顾及岳母和小舅子还在场，拒绝得很干脆，这事根本不可能没得谈。妻子表情僵硬，他撒娇似的摇摇我胳膊，说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我说没得考虑。话音刚落，岳母嗷的一嗓子就哭了起来，他抱着小舅子，说自己没本事，没钱给他娶媳妇什么。妻子赶紧上去劝岳母，却哭嚎得更厉害了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冷眼看着岳母的表演，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这次绝对不会惯着这一家人了。可最终我还是低估了岳母的奇葩，她哭了半天，看我不为所动。 突然抓着自己的心脏说：“心脏病发作了。”然后他两眼翻着白眼倒在沙发上晕了过去。虽然我知道岳母的心脏病肯定是装出来的，那天我最终还是叫了一百二十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妻子坐在车里一直抹眼泪。我心烦的抽了根烟，突然想起来小舅子房子的事，就问妻子那套公寓是谁给买的。妻子一听也不哭了，看我的眼神也开始躲闪。半天了，他看我一直在等答案，这才支支吾吾的说出来：“那房子是我那五十万彩礼买的。”我听完气得发抖，好家伙，剥削我给亲儿子买房！ 难怪岳母拿了五十万彩礼，后面还一个劲儿的哭穷。气归气，但我还是想到了一个事，就问妻子：一百多平的房子，五十万怎么可能买得下来？妻子一听，沉默着不说话。我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问他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妻子发这么大的火。他又哭了起来，但最后还是坦白了：原来买房子总共花了七十来万，除了那五十万彩礼，妻子还把这几年自己存下的钱填了进去，甚至连我送她的一些首饰都给卖了。我被气得无话可说了，把车停在了路边，又点了根烟抽起来。 说实话，那会我心里后悔了，后悔和妻子结婚。我担心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这点钱，迟早要被这一家人给榨干。大军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但弟弟这次结婚，你帮帮他行吗？我求你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让你多掏一分钱，好吗？我冷笑两声，说没有最后一次了。要是他再跟我提这事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妻子一听也罕见的生气了，问我这是真心话。我点了点头。你别后悔。妻子扔下这句话就下车走了。小舅子的婚礼还是举行了。 据说办得很隆重，而我没有被邀请。妻子也因为这件事和我闹上矛盾了。当我以为妻子一直要和我冷战下去的时候，一根验孕棒扔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看着上面的两条杠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抱着妻子就哭了。之前什么矛盾都全都烟消云散。我和妻子结婚两年，终于迎来了我们爱情的结晶。妻子怀孕后，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，而我也为了我们未来更加努力，只为给我们的宝宝更好的生活。可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。那天我正忙着在周边一个县城里筹备新店。 妻子打来电话说流产了，我连夜赶到医院时，病房里只有妻子一个人，自责和愧疚充斥着我的内心。而岳母没有来陪伴照顾妻子，则让我恼火。妻子一见我就抱着我痛哭不停，地给我道歉，说没能保护好我们的宝宝。我听得心酸，安慰她说孩子和我们没缘分，让她不要太难过。安抚好妻子的情绪后，我被主治医生叫去了办公室。他的话仿佛是晴天霹雳：妻子得了子宫肌瘤，这次的流产和这个病关系很大。我没上过几年学，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。 但一想到妻子要遭罪，我心里也就跟着难受起来。治病要紧，病治好了，孩子还会有的。我赶紧给妻子安排手术，没想到前前后后需要不少钱，而我的钱都拿去开新店了。好在我和妻子有一个共同账户，里面应该还有三十多万，是专门用来应付急事的。而当我回家找到卡去医院支付时，却被告知卡里余额不足。我觉得不可能，急忙赶忙跑到银行取查，这才确认卡里钱真的一分钱都没了。最后我打了明细，发现钱是不久前一次性被提走的。我问银行工作人员怎么回事。 我的卡是不是被人盗刷了？可对方告诉我，大额提款必须是持卡人本人到柜台上办理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钱是妻子取走的。可他取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而且一直没告诉我。突然，我心里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，赶紧赶回了医院。等我回到病房时，妻子还躺在病床上。我尽量语气温和的说了这事。妻子听完，沉默了一会，最后说：“钱是他取的，都给小舅子娶媳妇儿了。”我蹭的一下站起来，手已经紧紧的握成了一个拳头。这和吸血鬼有什么区别？前前后后，这都一百多万了。 我所有的积蓄全没了，但我一看见妻子虚弱惨白的脸，心还是软了下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决定先把事情问清楚。妻子一听，眼泪就哗的流了下来。大军前段时间，我妈天天来单位闹，当着学生和领导的面骂我不孝顺。我不敢跟你说这事，可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妻子哭得泣不成声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按下心中火气，好声好气的安慰她。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了注意，这钱我必须要回来，而且还要和岳母他们断绝关系。那天下午，趁着妻子睡着了，我来到了岳母家。等走到门口，我正准备敲门时， 里面却先传出来说话声，我们去看看姐不说话的是小舅子，他还算有点良心了。可岳母立马阻拦了，还说什么我妻子才刚流产，弟媳妇儿还在怀孕，去了晦气。我原本平复的怒气再次上来，那可是他亲闺女啊！小舅子又问岳母，我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没了？岳母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她让小舅子放心，说妻子没了孩子才会对他的孩子好，到时候小孩子的奶粉啊、衣服啊都是最贵的、最好的。岳母笑着说完，小舅子也高兴地拍手叫好，还不忘记夸赞自己的母亲。 妈还是你聪明，趁着姐夫不在，整天给姐送螃蟹、薏米粥这些容易流产的食物，姐还当是给她补身子呢。听到这里，我如遭雷击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这母子两个还算人吗？根本就是畜生啊！我那可怜的孩子就这么胎死腹中了，这根本就是谋杀啊！那一刻，我差点冲进去把他们都给杀了。幸好仅存的一点理智让我冷静下来。杀了他们有什么用？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不值得我搭上自己的一切。但不杀不代表我就放过了他们。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 不复仇我就不是男人。离开了岳母的家，我直接打电话给了我朋友，问他借了一些钱，还另外问他借了一辆玛莎拉蒂。隔了几天，我打电话给小舅子，说我在附近吃饭喝了点酒，不能开车，让他过来帮忙开一下。小舅子格外不情愿，但还是来了。他原本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瞬间精神起来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这辆宝马。我在车上将这一切收入眼底。小舅子激动的跑上来，钻进车里，问着谁的车？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小舅子一听竟然是我的车，对我的态度瞬间转变。这可是宝马 X 五。 得小百万呢，小舅子不停的说着。我告诉他，我最近投资赚了点小钱，就换了辆二手车玩玩了。二手车也很牛逼啊，姐夫你咋这么厉害？小舅子摆出一副马屁精的模样。之前你结婚，姐夫也没帮上你，也挺内疚的。你要喜欢，我就借你开两天吧。以后有什么发财门路，姐夫也不会忘了你的。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。小舅子两眼放光，并且不停的给我保证不会把车给磕着碰着了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心中窃喜，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。 几天后，我给小舅子打电话说我在鼓楼那边的金豪俱乐部有应酬，让他也过来喝酒，长长见识。小舅子高兴坏了，这酒吧可是我这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之一了，消费随随便便都是五位数的。小舅子进来时显得畏畏缩缩的，估计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阵仗。我让他别害怕，这里都是我朋友，然后叫来一个叫小琴的姑娘陪他。以前我偶尔也会来这里请人吃饭，有一次遇到几个醉汉骚扰猥亵小琴。我出面阻拦，和对方打了起来，最后还在局子里蹲了一晚上。 小琴从此就特别感激我，所以我这次找他帮忙，他一口答应下来。小琴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他一上来就贴住小舅子，老板长老板短的开始灌酒，让小舅子一下子就飘飘然了。酒过三巡，眼看着喝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说有事和朋友们走了，只留下小舅子和几个妹子们继续玩。当天夜里十二点了，我终于收到了小琴的消息，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，我偷偷跑到卫生间看了起来。视频里小舅子已经彻底喝高了，他正的和妹子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。 玩的都是亲脸亲嘴之类的玩意，然后轮到小舅子回答问题，小琴就让他说一个秘密。小舅子玩的正嗨，没起什么疑心，说自己发现他爸偷偷存了不少私房钱。小琴说这个没意思，让他重说一个刺激点的。要是让他满意了，今晚就陪他睡。小舅子眼睛都直了，又接连说了自己一些丑事，但大家都起哄，觉得不好。最后小舅子急眼了，终于说出了岳母暗中算计让妻子流产的事。有个妹子听完惊住了，说当妈的不可能对自己亲女儿这么狠毒吧？ 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小舅子还得意的说：“你懂什么？说妻子是岳父岳母抱养来的，把他养这么大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”看完视频，我整个人都在发抖，不知是因为愤怒，还是为妻子感到悲哀。怪不得岳母一家人会如此压榨妻子。现在妻子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虚弱，我怕他受不了刺激，打算暂时不告诉他这些事情。但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为妻子，为我们的那个可怜孩子讨回公道。那天晚上，小琴自然没有和小舅子去开房。 而是把他灌醉后送到我家睡了一夜。接下来几日，小琴按照我的授意，主动去勾引小舅子。那小子很快就把刚结婚的怀孕妻子忘在脑后，整天开着那辆宝马装逼，和小琴打得火热。泡妞需要钱，小舅子就找我借钱，我大方的给了他一万，小舅子也就越发的信任我了。等了几天后，我开始下一步行动，跟小舅子说要把车要回来用。这几天小舅子开好车开过瘾了，一听我是来要车的，脸色瞬间有一些不好看了。 我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说，男人要想办法自己挣钱，回头想买啥车就买。小舅子打着哈哈，说自己没那本事。我趁机抛出诱饵，说我这倒是有条门路，大钱挣不了，小钱倒是能有不少。小舅子一咕噜从沙发上翻起来，急问我是什么门路。我知道鱼儿上钩了，卖了个关子，告诉他这是我买宝马的法宝。我越是不说，小舅子越是好奇。我见时机成熟了，索性就告诉他了。说完还提醒他不要告诉别人，知道的人多了，咱们就赚的少了。 也不能告诉岳母和妻子。小舅子不停的点头，还给我保证一定不会告诉别人。然后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款软件，是一款违法的网络博彩。小舅子显得有些失望，说自己有朋友也玩这个，但输了不少钱。我笑了笑，说他们那个是骗人的软件，当然会输了。但我这个不同，我玩的是境外的合法网站。看他还是有点不信，我就把早就 P S 的一些截图发他看，显示的我前前后后的确挣了大几十万。小舅子终于信了，但很快又蔫了。 说自己手头没钱，我假装为难了会，最后给他转了两万，说让他玩玩就好，但千万别上瘾。小舅子高兴的不得了，马上按我教的下好软件开始玩了起来。他运气的确好，没几把就赚了几千块。我看他那副嘚瑟的样子，知道这事基本成了，也是时候收第一波网了。几天后，我联系小琴，跟他讲了后面的安排。我说这事可能有点危险，问他愿不愿意。小琴倒是很仗义，说做他干这一行的啥事没碰到过，没啥大问题。我感激的挂了电话。 开始安排部署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叫了岳母一家人去吃饭，地址就选在华晨酒店旁边的饭店里。而此时，小舅子正在隔壁酒店和小琴开房。我提前用朋友手机给弟媳发了消息，估摸着她很快就快到了。果然，没吃一会，我隔着玻璃就看见弟媳带着一众娘家人，气势汹汹的来捉奸了。瞧，那不是娜娜和她妈妈？我故意提醒道。丈母娘一听，赶紧起来出去打招呼。我拉着妻子也跟了出去。亲家，真巧啊！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们。 弟媳娘家人算是有点钱的，所以丈母娘对他们态度一直很亲切。哼，巧个屁！你儿子在外面偷人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小舅子岳母毫不客气的骂道。岳母愣了半天，才急忙解释说不可能什么的。小舅子岳母根本不听，带着人就杀进了酒店。岳母急忙跟了上去，而我也拉着焦急的妻子一起去看大戏了。小舅子裹着浴袍开了门，双方都愣住了。弟媳看到房间里的妹子，直接开嗓子尖叫，又哭又闹的。 这一看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弟媳的娘家人二话不说就开始揍小舅子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我冲进去拉住小琴，把他从混乱中解救出来，让他从楼梯间逃了。但不幸的是，小琴还是挨了几巴掌，我心里很内疚。但他摆摆手说这点小事没什么。我谢过小琴，赶回了现场。弟媳的娘家人的确挺猛的，把小舅子被打得不轻，鼻青脸肿的，嘴上还骂着什么。岳母一看敢打自己的宝贝儿子，也冲上去了，一个弱鸡。 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对面众人？岳母的脸上也被挠了好几道。看到现场的混乱劲儿，我不禁心里一阵暗爽。没一会儿，警车来了，把岳母、小舅子还有弟媳一群带走了。然后妻子拉着我哭得稀里哗啦，让我要帮帮小舅子。我嘴上答应着，但心里却爽极了。后面的事情让我有点出乎意料，弟媳也不是好惹的主。当天从警局里出来，直接去了医院做了引产，三个月大的孩子也狠得下心去。这下好了，孩子没了。 本来小舅子还不愿意离婚，现在是非离不可了。两家人坐在一起谈离婚的具体事宜，岳母自然是不给的，弟媳一家直接将房子里能砸的都砸了。最后他留下话，要么给房子，要么给八十万，这才扬长而去。晚上回到家时，妻子就一直愁容满面，给我说：“大军，这八十万。”一听到妻子开口，我就直接打住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妻子怪我太狠心，冲我发了一顿脾气，直接把我赶到客房睡。 那晚我独自躺在床上琢磨了半天，这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，可我心里还是不够痛快。要怎么才能彻底报复岳母和他那宝贝儿子呢？正当我发愁没办法时，没想到弟媳竟然找我了。弟媳把我约到我店旁边的一个咖啡厅里。说实话，面对眼前的弟媳，我还是挺防备的。别看她年龄小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通过这两回的事情也不难看出来，绝非善茬。我刚坐下，他就扔给了我一份文件。好家伙，这不是电视剧里面的剧情吗？他看我不动。 笑了一下，冲着我说：“姐夫，你别紧张啊，打开来看看吧，很精彩的。”好奇心还是驱使着我打开看了一下。这么一看，我有些意外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内容竟然是领养资料，资料上被领养人上写的是我妻子的名字罗成慧。虽然我之前已经知道妻子被领养的事情，看现在看到领养证，心里还是挺难受的。弟媳看我表情，以为我是被震惊了，这才有些得意的说：“照片上的内容是小舅子下白的时候拿给他看的，他就随手拍了下来。” 没想到还派上了用场。在以前那个年代，生不出孩子来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岳母和岳父结婚很多年，一直没孩子，岳父对岳母的态度越来越差。岳父后来提出去领养一个孩子给他们养老，而妻子就是当时被他们领养回家的孩子。可是没想到，过了几年，岳母突然怀孕了，生了我的小舅子。有了亲生的，这个领养的自然不亲了。更何况岳父一家很重男轻女，看我始终不说话，弟媳又假惺惺的说我和我媳妇这么些年来不容易。 一直在贴补岳母家，岳母家还一直把我当外人，他看着都觉得过意不去。我心里不禁冷哼一声，这些年在我这里拿去的钱，不都是给你们一家子用了吗？装什么好人？反正现在我和他们闹成这样，他们把你当提款机，不如我们联手好了。你总不会还想当这个傻子吧？前面也说了，弟媳不是好惹的，我本能上是拒绝的。可弟媳的话也不是没道理，我现在一个人孤立无援，所以我最终决定和他结盟。然后弟媳突然跟我提了个问题。 你觉得罗成亮和他爸长得像吗？我当时一下子有点懵了，没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弟媳看我如此反应，这才解释说，他一直觉得小舅子和岳父长得一点都不像，而且岳母一直都怀不上孩子，怎么几年后突然又怀上了？所以她猜测小舅子很可能不是岳父的种，而且看岳父对罗成亮宠爱的样子，也可能不知道真相。我听完仔细想了下，觉得这种猜测太牵强，不值得深究。弟媳便说，信不信随我，反正他知道的都告诉我了。 接下来我们聊了其他一些事情，商量出一个大概的计划。我虽然知道弟媳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不就是为了挑拨我和岳母家的关系？但一想到妻子这么多年来一直护着自己的娘家，妻子珍惜的亲情对于他们来说啥也不是。所以不管弟媳到底有什么目的，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也就答应了。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看着忙碌的妻子，眼睛一酸，有点心疼她这么多年为了娘家尽心尽力的付出。我一冲动，把妻子叫过来，把那张收养证的照片给她看了。妻子看到照片。 没有半句话，我以为他是难过的，一把将他拉进怀里，让他想哭就哭出来。妻子却只是轻叹了口气，说他早就察觉到了异常。他说小时候以为岳母对自己不好，是因为自己是女孩，而弟弟是男孩儿。后来长大了，慢慢察觉出去父母甚至弟弟对自己很少有亲情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开始怀疑自己不是亲生的了。这样一想，妻子反倒释然了，想着自己比弟弟大，能让着就让着点，所以刚才看到领养证，他才会那么淡定。 妻子很平静的说着，我知道他在忍，用最平静的语气说着最痛心的话。没事，以后我们好好生活，我会弥补你小时候缺少的一切。我摸着妻子的脑袋，像哄小孩子一样。妻子顺势往我的怀里钻了钻，她突然抬起头，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我。妻子本来就长得可爱，这么一看，真是把我的心都给看化了。老公，虽然我是妈妈领养的，可是养育之恩大于生育，如果不是她把我养的这么大，你就遇不到我了。这话说的没毛病，我竟然觉得还挺有道理。 妻子恳求的看着我，问我能不能再帮岳母家一次。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都这个节骨眼了，妻子怎么还执迷不悟，还想着要帮岳母一家？可想了想，妻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，思想早就被岳母他们给精神同化了。想要突然间认清现实也是很难的。我安慰着自己，妻子总有一天会认清的。我看着怀里的妻子，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，说这事情我会帮忙摆平的。真的吗？妻子兴奋的跳起来，高兴之余还问我今天怎么突然间这么好心。的确。 妻子的话点醒我了，不能做的太明显了。我拉住还沉浸在喜悦当中的妻子，义正言辞的告诉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帮完这次以后就和岳母一家断绝关系。妻子一愣，瞬间不愿意了，还责怪我不能体谅她的难处。她就只是想好好尽尽孝，还了这么多年娘家的养育之恩。我笑了笑，告诉他，这次帮他们摆平所有事情，已经算是还清了，否则这事我就不管了。妻子见我态度坚决，隔了几秒，回了我一句好吧。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办法，妻子一开始显得很为难，但他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，最后勉强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岳母和小舅子就来了我家，头一次稀奇的还拎了一些水果，想来也是为了小舅子的事情。我表示真的很想帮小舅子摆平这些事情，但是最近手头紧，实在是没钱了。岳母一听我说没钱，脸色难看起来，嘴里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，没钱还开豪车，装什么装？我给他们说我在隔壁县城开了分店，又搞了些投资，所有都砸进去了。 得半年才能盈利，到时候赚的就是现在的两倍。小舅子跟着我玩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格外的相信我，对我说的话也深信不疑。丈母娘仍是阴沉着脸不说话，我看向了妻子，妻子会意，把、啊、那天我跟她说的话转述了一番。我要求将小舅子那套房子转到我妻子的名下，到时候弟媳来闹，就让他们来找我们闹。等半年后我的钱到账了，我就给把钱给弟媳妇，再把房子转回给小舅子，所有事情都摆平了。岳母也是个人精，一听瞬间不愿意了。 还指着我的鼻子尖儿骂我，就这样闹得不欢而散。直到三天后，终于有人敲我家门了。我打开，没想到看到的是岳父和小舅子，这倒是令我挺意外的。进了门，老爷们儿之间随便寒暄了一会儿，小舅子给岳父一个劲儿的吹嘘我赚了钱，对他很不错之类的。岳父听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拉着我的手就说：“咱爷俩都没什么大作为，还好啊，我闺女有用，给我找了个能干厉害的女婿。”我索性直接打断他的话，告诉他：“这钱我是真没有。” 办法呢？我也已经说了。岳父一听，不说话了。小舅子急了，直接脱下上衣，背上全是淤青，看样子是拿铁棍抡的。岳父一看，瞬间心疼不已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。小舅子哭丧着脸跟我讲了事情原委。这弟媳啊，根本就没有轻易放过他。有一次晚上他回家时，被人蒙头打了一顿，原来是弟媳安排的。岳父看自己宝贝儿子被欺负成这样，也是恨得不行。爸，你就先把房子给姐夫吧，我真的害怕了。 小舅子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，岳父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的喝着茶。我盯着这爷俩看了半天，想起弟媳的话，觉得他俩真的一点都不像，以前还真没怎么注意过。我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，想试一试，便说请他俩去捏脚按摩，先放松一下再说。他俩也没多想，就跟着我去了。到了足疗中心，我让他俩先在包间等着，自己偷偷找了认识的那个领班，给了他三千块钱，给他嘱咐了一些事情。一个小时后，我把心满意足的父子俩送回家。 又赶回了足疗中心，经理把技师修脚时偷偷藏好的脚支架给了我，我也没耽搁，直接在网上找了家鉴定机构，把这些样本寄了过去。鉴定结果要一个周才能出来，期间小舅子一直和我单方面联系，他一直在劝岳母他们转移财产，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受不了了。看到小舅子这么狼狈，我不禁更加佩服起弟媳来。又等了三四天，妻子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岳母终于同意转财产了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跟着妻子到了岳母的家。到他们家时， 我震惊了，屋门被砸得不成样子，屋里一片狼藉，几乎没什么好的物件了。我听妻子说，弟媳天天带人来门口堵着，不是砸东西，就是在门口放花圈、不哀乐，要么就是闹自杀。虽然是我让弟媳一直来闹的，但听她这些作为，我不禁暗中啧舌，这女人可是真够彪的。岳母最终不情愿的将房产证给了我，但让我意外的是，他还说要转给我三十万。妈，你不是说自己没钱吗？岳母瞪了我一眼，没好气的说这是自己的养老钱。 但这事小舅子之前就和弟媳妇说过了，我脸上笑着，心里却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。明明自己有钱，还坑了我那么多，把钱转给我后，岳母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妻子一眼，警醒的说着：“这可是我们家的所有财产了。”妻子点了点头：“妈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有大军在呢。”我始终没说话，等着他们转完。不知道岳母不放心我，还是不放心妻子，非要写个一百万的借条。我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嚷嚷着说自己是好心帮他们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算了。 他也太把我当成一家人了，看我真的要走，岳母这才不情不愿叫住我，说不行就让我发的毒誓。我表现的一脸不爽，但毒誓还是发了，岳母这才放我们走了。刚从岳母家出来，我见妻子心情也不太好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让她别担心。我去店里转悠一圈，店生意好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妻子点了点头，先回家了。见妻子走远了，我掏出手机给弟媳打了个电话。三天后，弟媳妇终于开始行动了。妻子哭哭啼啼的跑到我店里。 告诉我，岳母一家收到了法院的传单，弟媳将他们给告了，我就差当场呐喊欢呼了。想来这么大的事情，岳母一家肯定让我帮忙。我假装为难的看着妻子，说最近要出差。妻子虽然不开心，但也拦不住我。开庭的那天，我才慢悠悠的赶回来。法庭上，弟媳妇控诉小舅子婚内出轨，岳母占据嫁妆不还，要求八十万的赔偿。岳母和小舅子自然是百般耍赖，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论了半天。但从法官角度来看，这事并不复杂。 所以判决很快就下来了，岳母被要求返还所有的嫁妆，并赔偿十万。弟媳看向我这边，我不动声色的点点头，他便没有提出异议。听完判决书，我看见岳母一家脸色都不好看，毕竟那份嫁妆，我知道岳母早就当成自己的了。出法院后，岳母拉住我，挤出点笑意：“大军啊，这十万也不多，你想办法给凑一凑呗。”我点点头，爽快的答应下来。我就知道大军你特孝顺。对了，那个嫁妆的钱，你看能不能一块给了？ 我心里冷笑，他这种蹬鼻子上脸的做派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不过我还是假装为难了片刻，最后勉强点点头。岳母一听高兴起来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是不是该把房子和钱还给他了？”“是啊，大军，现在也没啥事了，赶紧把东西还给妈吧。”这时妻子也搂住我胳膊说道。我看着妻子那张开心的脸，心里涌起悲哀，为他不值。行，那就今天晚上吧，我顺便请大家吃个饭，毕竟这糟心事总算完了。对了，妈，亲戚们能叫的你都叫上吧。 咱好好庆祝一下。岳母一听我要请所有亲戚，立马答应下来。毕竟这种事是给他长脸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妻子一直沉默着不说话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大军，我知道你对我们家里人一直很好，可你要我和他们断绝关系，我真的做不到啊。妻子说着说着就抽泣了起来。我心疼的摸了摸她的头，说这是不难为他。妻子一听这才笑了，紧紧搂住我不放。我抱着妻子，心里却想着晚上要发生的事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让妻子脱离樊笼。 晚上我和妻子到店里后，看见房间里来了不少人，我不禁也松了一口气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岳母一看见我就开始吹嘘，说我多么多么有钱，这次赔偿的钱也会我来出等等。亲戚们一听，也都纷纷夸我能干又孝顺，恭维岳母找了个好女婿。我热情的应付着，敬酒发烟，一样没落下。看气氛差不多了，岳母搓着手开口了：“大军啊，你看房子和钱啥时候能还给我？”终于来了，我缓缓放下酒杯，笑呵呵问道：“还你妈？” 那些本来都是我的，为什么还要还你？岳母脸色一下子僵住了，亲戚们也瞬间安静下来，看着我俩。这时，妻子急忙抓住我的手，低声问我这是要干什么、啊。我轻轻朝他摇摇头，然后收去脸上笑意，从包里拿出了那张收养证的照片。照片被大家传阅了一遍，有人惊讶，也有人很淡定。然后一个伯伯站起来说：“妻子被领养，这是他们不少人都知道。”他还劝我不要因为这种事和家里人闹矛盾。岳母也没想到我来了这么一出，但他还是不屑的看着我。 说妻子虽然是他领养的，但是这么多年没有少吃少穿将他养大，还让妻子上大学考编制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这比亲妈还亲妈了。我冷笑一声说亲妈这俩字你也说得出口。紧接着我将这么多年岳母是如何压榨、逼迫我和妻子，如何将我们当做一棵摇钱树，我们如何一次次给小舅子擦屁股的事情一一说出来。妻子拉着我的衣角，大军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打抱不平，但是这都是我自愿的。见妻子仍然想要维护岳母。 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怎么那么傻？而岳母听到妻子的话，也得意起来。他理直气壮的说：“妻子给娘家钱，这是妻子的孝心，是天经地义。”我不禁佩服，这么一说，反倒像是我的错了。好在这时候，不少亲戚们的态度都转变了，有几个站在了我这边，说岳母这么做是有点不地道了。岳母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骂他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双方很快对骂了起来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这有段视频，你们欣赏欣赏，看看我这丈母娘是怎么做亲妈的。 说罢，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小琴发我的那段视频。视频里首先出现的是小舅子左拥右抱、无比快活的画面，屋里顿时一片哗然。但紧接着后面的内容却让众人再次陷入死寂。我那个便宜姐姐想着怀孕生了小孩就不管我和我妈了，没门！我妈那可是真聪明，骗她吃了好多容易流产的东西，这不，最终孩子没了吧？哈哈，她这一辈子就伺候我们一家人好了。屋里没人说话，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岳母大军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妻子紧紧攥住我胳膊，声音颤抖的问道。我表情凝重的点点头。妻子哀叫一声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去扶妻子。这时候，小舅子嘶吼着朝我冲来，你他妈阴我！他刚把拳头抡起来，就被我一脚踹翻在地。一个大腿还没我胳膊粗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岳母和岳母赶紧过来把他们宝贝儿子保护起来，对我一顿狂骂，但却不敢再靠近我。我这才把妻子扶到椅子上，心里虽然特别内疚。 但我知道自己如果不这样做，妻子恐怕是永远都不会醒悟过来。好在妻子很快醒来了，她眼神空洞，不哭也不闹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说想回家。我安慰着她说：“咱们孩子的仇还没报呢。”说罢，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了一份东西，也正是我的杀手锏了。没错，正是岳父和小舅子的亲子鉴定报告。弟媳妇的确猜对了，这爷俩根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小舅子是岳母背着岳母和外面某个野男人生的，真是小说也不敢这么写的。 我把报告递到岳父的面前，让他看了一遍。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甚至没站稳，往后踉跄了一下。小舅子赶忙上前去扶，却被岳父一把给推开来了。岳母见状，上前呵斥着他。岳父气得满脸涨红，用手指着岳母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所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盯着那张纸。大家也想知道纸上写着什么，是吧？好，我这就告诉大家，我这小舅子啊，根本就不是我岳父的亲生儿子，也不知道他那便宜亲爹现在在哪呢。 当场先是一阵寂静，随之开始热闹起来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，也有不少人在等着看热闹。小舅子愣住了，他傻傻的看着岳母，样子像极了一个痴呆。岳母脸色苍白，眼神里尽是慌张，看他尽量还是摆出了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老东西，这家伙话你居然也信？咋的？还真敢怀疑我了？真好玩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岳母还打算强行搬回来？这么多年来，岳母在家里作威作福，我那岳父连个大点的屁都不敢放。 但是现在这个事，想必是个男人也不能忍。他那么的疼爱小舅子，将他当手心的宝，感情这么多年给别人养儿子。他看着面前吹鼻子瞪眼的岳母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。不许打我妈！小舅子见母亲被打了，上去直接和岳父扭打在一起。一旁的亲戚虽然震惊，虽然三观尽毁，但还是纷纷上前去拉架。岳母一边哭着，一边辱骂着岳父：“你自己不行，生不出儿子还怪我？是，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离婚。” 告诉你，老娘不怕！这话深深的刺激了岳父，他面色狰狞，说要打死岳母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一时间，三个人闹得不可开交，又打又骂，真是令人羡慕的天伦之乐啊！事情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我拿回了自己的钱，也给我的孩子报了仇，一切结束了。我扶起妻子，离开了饭店。回去后，妻子大病了一场，我放下所有工作，一直在身边照顾她。慢慢的，妻子的眼里终于恢复了一些光彩。可就在我觉得生活终于平静了之时， 岳母和小舅子居然又找上了门，他们又是来借钱的。原来之前我埋下的坑终于炸雷了。小舅子被我骗着玩网络博彩，一开始赚了点就上了瘾，结果很快就开始赔了。后来我整完他们后，小舅子和岳母都被岳母赶出了家门，一分钱没能拿走，所以小舅子就铤而冒险去借了高利贷，想靠博彩来翻身。结果越输越借，越借越多，最后滚到了三十多万。他被追债的逼得无路可走，这才和岳母舔着脸来我家借钱了。小慧啊。 是妈对不起你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你弟弟这个坎这次真的过不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和他都是一起长大的，你就行行好，借我三十万行吗？小慧，妈给你下跪了还不行吗？说着，岳母扑腾一声就跪在了妻子面前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正担心妻子会再次心软，可能想到妻子上去直接给了岳母一巴掌。你心疼你的孩子，那我的孩子呢？他连这世界都没看过一眼呢。给我滚！你们的养育之恩我早就还清了，以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们。 妻子哭喊嘶吼着，这是一个月来他第一次哭，这反倒让我放心里，因为他心中的哀痛终于宣泄了出来。岳母虽然挨了打，但还是死皮赖脸跪着不起来，一副借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。我也一点不客气，粗暴的把俩人拖着扔出了门外。进了屋，妻子还在哭，我轻轻抱住了他。大军，以前我太傻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慧慧，我从来没怪过你。我轻轻抚摸着妻子的背，你一直都那么善良，所以我才会喜欢你，娶你。大军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 妻子抬起头望着我，好，我亲了亲她的额头。后继，对了，说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我将岳母他们转给妻子的所有财产全都处理了，房子卖了七十多万，我都交给了妻子。而岳母那三十万的养老钱，我按照约定给了弟媳。虽说她家里条件好，但这三十万她还是毫不客气的收下了。这个女人，我以后是不想再见了。然后我又去找了小琴，想给她十万的感谢费，可她死活不要，差点还和我翻脸了。无奈下。 我买了一个顾池的包送给他，小琴这才没有拒绝。我很感激他，但是怕妻子有所怀疑，我跟小琴也很少再有联系了。至于岳母和小舅子的下场，我找人打听了下，这对母子俩四处躲债，最后被逼的实在没办法，岳母就去找了小舅子的亲爹，结果呢，二人被那一家人拿棒子打了出来。后来岳母和小舅子只得偷偷跑路，离开了这里，从此就没了音信。全文完。